中，各位贵宾，欢迎莅临福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股东常会。经统计，出席今日会议之股数，包含现场及以电子方式行使表决权数为3,228,9737股，但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72.88%。已达法定开会要件，奉主席指示宣布开会。首先恭请主席致辞。各位股东、女士、先生、各位来宾，大家好。感谢各位股东在百忙中抽空参加福茂科技113年股东常会。那首先呢，报告本公司112年度经营状况。112年度营业额76亿4859万，111年度营业额104亿3344万，比较减少了27亿8485万，减少了26.7%。那112年度税前利益6亿2329万，比111年度税前利益25亿2694万比较，减少了19亿365万，减少了75.3%。那112年度税后利益5亿3022万，每股盈余1.22元，预定分配现金股利每股0.9元。那112年度受到全球通膨、升息、地缘政治及贸易冲突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那地缘需求趋缓，那全球各大地缘厂都陆续减产，去化库存，那各大晶圆厂也在获利方面受到很大的打击，那导致下游封测的代工需求同步下滑，使得本公司去年度的营业额、利益额较111年度减少。那展望113年，我们上半年地缘需求，除了高阶 DDR5 之外，其他仍在消化库存。那预计下半年地缘市况有机会改善，那封测模组代工需求渴望逐步回升。那本公司呢，将全力以赴在记忆体封装测试及模组代工领域追求进步。在市场拓展方面，我们将透过加快新产品的开发，提升生产的效率，缩短生产周期，改善产品品质，扩展新客户、新应用领域，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在研究开发方面，我们将导入晶圆凸块的绑品的部分，那晶圆重新布线 RDL 的部分，以及细穿孔路同就 3D TSV 的 reveal 等新制程技术，提升多晶片堆叠及覆晶的技术，并使产品组合更加高质化。在产能布局方面，本公司在111年11月扩建新厂，目前工程进度符合预期，预计呢明年中以后可以开始装机准备量产。在经营管理方面，秉持台塑企业追根究底、止于至善的精神，持续提升管理效能。在 ESG 及永续经营方面，本公司在112年获颁 TCSA 台
台湾版百大永续典范企业奖以及企业永续报告金奖，那获颁绿建筑银级标章以及绿色工厂标章，同时也通过台湾智慧财产管理规范就 TIPS A 级的认证，在国际我们在环境评鉴的指标 CDP 气候变迁获得评级 A 等级，及水安全获得 A-minus 的肯定。另外呢，规划每年采购1500万度绿电，可有效减少碳排量7425万吨。那为全球的气候改善尽一份心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推动永续，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啊，新的年度呢，希望由于上述这些努力，新公司营收获利都能逐步改善，并且迈向永续发展。以上报告，谢谢大家。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主席的支持。请与会股东翻开手册第三页。现在进行议程报告事项。奉主席指示，报告事项共四案，在全部完成宣读后，再请股东提问。报告事项一，本公司112年度营业情形详如营业报告书，仅报请备查。刚才主席在致开会时，已就本公司112年度营业概况及113年营运规划做了扼要说明，也请股东可以参阅手册第4-8页书面资料。继续进行报告事项二。审计委员会查核本公司112年度决算表册，依法提出查核报告书，仅报请备查。请看到手册第9页，并请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郑优先生宣读。审计委员会查核报告书。董事会照据本公司112年度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盈余分配议案，其中财务报表业经委任安和建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查核完竣，并出具查核报告。上述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盈余分配议案业经本审计委员会查核，认为尚无不合，严依证券交易所交易法及公司法相关规定，擅具报告，敬请鉴查。福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郑优，中华民国113年。2月23日，谢谢召集人的宣读，请看回手册第3页，进行报告事项三。本公司分派112年度员工及董事酬劳报告。本公司112年度扣除员工及董事酬劳前之税前利益为新台币6亿2850万6088元，且无累积亏损。经113年2月23日董事会决议通过，依照章程第19条规定，按112年度扣除员工及董事酬劳前之税前利益，提拨0.76%为员工酬劳，提拨金额为新台币4776646元；另提拨0.07%为董事酬劳，提拨金额为新台币43万9954元。前述员工及董事酬劳提拨总金额为新台币521万6600元，全数分派现金，仅报请备查。
报告事项是：本公司分派112年度现金股利报告。本公司经113年2月23日董事会决议通过，依照章程第20条规定，分派112年度现金股利总金额新台币3亿9800万亿元，每股分派新台币0.9元。现金股利是董事会订定配发基准日后办理发放，仅报请备查。以上报告事项完成宣读，奉主席指示，询问现场股东是否有提问。如果没有，那我们继续请看到手册第10页，进入下一个议程，承认事项。宣读第一案，案由为依法提出本公司112年度决算表册，请承认案董事会提议。说明一，本公司112年度财务报表业已编制完竣，经113年2月23日审计委员会查核及董事会决议通过，并由安侯建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扣汇执会计师及郭新仪会计师查核竣事。前述财务报表并同营业报告书送交审计委员会查核，并出具书面查核报告书在案。二，前项营业报告书请参阅议事手册第4至8页，财务报表请参阅议事手册第15至19页，敬请承认。针对本案，请问各位股东有没有意见？各位股东对本案如果没有意见，那我们进行下一案。您看到手册第11页，继续宣读承认事项第2案，案由为依法提出本公司112年度盈余分派之议案，请承认案董事会提。说明本公司112年度盈余分配表，经113年2月23日审计委员会查核及董事会决议通过，敬请承认。本案请看到手册第20页。第20页为本公司112年度盈余分配表，以下导读表列重点项目，请看可供分配数第2点，本期税后存益金额5亿3021万5065元。继续请看到分配项目第2点，股息及红利分配现金每股0.9元，金额3亿9800万01元。请看到说明第2点，依本公司章程第20条规定，现金股利分配案系授权董事会决议办理并报告股东会，将如手册第3页报告事项第4案。第3点，股利每股0.9元全数发放现金，以及第4点，股利的分配全部属于112年度税后盈余，以及第5点，现金股利配发总额不足1元时，将以42.5度方式办理。以上说明。本案，请问各位股东有没有意见？如果有意见的话，那我们进行讨论事项。请看到手册第12页，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宣读案由为拟修正本公司章程，请公决案董事会提。说明为因应营运所需，拟修正本公司章程，如附修正前后条文对照表，是否可行？敬请公决。请看到表列修正后条文部分。修正后第20条，本公司年度总决算如有盈余，除依法扣缴税款外，应先弥补以往年度亏损，试提10%为法定盈余公积，但法定盈余公积累积已达实收资本额时不在此限，另于必要时酌提特别盈余公积。当年度如尚有盈余，并同以前年度累积未分配盈余，由董事会拟具股东股利分配案。以下的文字并未做修正，请参阅。
本条修正理由即依公司法第237条规定，修正法定盈余公积之体列定。继续请看到13页，修正后条文第22条，即依原条文增列第25次修正，于民国113年6月26日，是配合条文修正来增列修正日期。以上说明。本案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因应本公司营运需要，依照公司法修订，请问各位股东有没有意见？各位股东对本案如果没有意见，那我们接下来进行选举事项。请看到手册第14页。选举事项宣读案由：为你补选本公司独立董事一名，请公决案董事会提。说明一：本公司独立董事沈慧雅女士于112年11月8日辞世，解任独立董事职务。为符合证券交易法规定，拟及依规定采用累计投票制补选独立董事一名，任期至113年6月26日起至114年6月23日止。二，依公司法第192条之一及本公司章程第13条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之选举采候选人提名制度，由股东就候选人名单中选任之，经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1% 以上股份之股东，于113年4月24日共同提名之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表列姓名黄庆昂，独立董事候选人学历、主要经历内容请参阅，持股数零。以上说明。针对本案，我们公司依法补选独立董事，本案各位股东有没有问题或意见？各位股东如果有意见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投票表决承认讨论事项及补选独立董事各议案。承认事项、讨论事项以及补选独董事项共事案，经主席指定股东户号001737陈守吉担任监票员，林彩贤、陈怡如担任计票员，请工作人员准备票箱。请检查票箱。票箱检查完成后，请依序贴上封条。各位股东，票箱已准备完成，请开始投票。
请问现场是否还有未完成投票程序的股东？如果您正在书写选票，请举手告诉我们。好的，所以完成投票程序，我们请工作人员将票箱来到统计处，并开始计票作业。秘书处报告，威力议事进行顺畅。奉主席指示，在计票作业的同时，我们先进行临时动议。也欢迎与会股东就公司的营运面来提出询问。那各位股东呢，对于本公司经营管理几个方面，请提供宝贵意见。各位股东，计票作业已完成，翁主席指示宣布各议案以及补选独立董事的票决投票结果，请看投影画面。好的，承认事项两案以及讨论事项修正章程议案这三案，以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总共四案，表决权总数均为3,245,2,309权。承认事项预算表册经电子及现场投票表决结果，请看表格下方栏位。承认3,210,070权，但表决权总数99.55%。反对61,602权，但表决权总数0.02%。无效零。弃权及未投票139,637权，占表决权总数0.43%。本案承认权数超过规定数额，早晚承认。请看下一章。承认事项第二案盈余分配表，经电子及现场投票表决结果，承认3,215,4,310权。占表决权总数99.91%，反对177,602权，占表决权总数0.06%，无效零，弃权及未投票12,397权，占表决权总数0.04%。本案承认权数超过规定数额，已早晚承认。请看下一章讨论事项。第一案系修正公司章程，本案经电子及现场投票表决结果，请看下方栏位。赞成3,226,199权，占表决权总数99.94%。反对61,626权，占表决权总数0.02%。无效零，弃权及未投票13,484权。占表决权总数0.04%。本案赞成权数超过规定数额，早晚通过。请看下一章。福茂科技公司独立董事当选名单，当选独董一人，姓名黄庆堂，当选权数3,652,3,237权。秘书处报告，以上各议案的表决结果已完成公布。奉主席指示，询问现场股东是否还有提问。各位股东，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最后我要感谢各位股东对福茂科技长年来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股东常会就此结束，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股东的莅临，并祝平安健康。